我是翠翠，今天是佑哥生日啊，那他今年生日实在是很生不逢时，刚好在我生完坐月子的时候生日，所以没办法帮他办什么太大型的企划。那像去年呢，我超狂的直接帮佑哥啊在桃园火车上租了一个超大的广告看板，抬头一看就会看到我们胖胖佑哥生日了。但是今年就是没办法嘛，在月子中心没有办法做这一种事情。那我这次呢是在虾皮上面有划到一个非洲生日庆生的影片，等一下呢一样会让佑哥闯三关，完成这三关之后呢，最后再用我的手机连到家里的大电视，把他这段非洲猛男庆生的影片播出来给他看，他应该会蛮傻眼的，好期待看到他的反应哦。另外啊，我们酱油就在今天早上他拍的新生儿摄影写真照片出来了，那这些图片呢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跟佑哥分享，所以詹妍巴这次也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帮佑哥庆生的，对，他以照片的形式与我们存在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去摆脚架，准备帮佑哥庆生喽。今天是谁的生日？是爸爸的生日。我们先问一下寿星，今年有哪三个愿望呢？今年我比较特别哦，三个愿望都许在心里。不行，你要讲两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希望我们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好，第二个，因为我们眼前就是遇到了盐巴跟酱油，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快快乐乐长大。重点是盐巴不可以被哥哥欺负，可能会有点吃醋。然后第三个，我许在心里，希望佑哥减肥成功。你也许太久了吧？你在许什么？这是真的有在许好吗？不是影片效果呢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，你先把眼睛闭起来。我先跟你，你现在先不要闭，你先打开。20秒后才能睁眼睛哦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20秒。我不就觉得我是来参加逃出密室，不是来庆生的。到底是怎样？然后两个人跑走。3, 2, 1，张开。这世界什么都没有改变，只是哦，跟着指示走。哦，等一下哦。首先，我先看到的是这个，我以为是酱油，但是跟酱油又不一样。仔细看了一下，这边有一个日期，它就是10月1号，这是研发哎。后面呢有一个叫做第一关，轻轻酱油，轻酱油一下即可过关。你可以不要亲他吗？因为我感冒嘞，啊，好像也没差，反正感冒是他传给我的。OK， 走，我现在要去找酱油，找到他，然后亲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第一个先拆卧室的，好不好？哦，进去非常的暗，开灯。不可能啊，酱油应该会有声音才对。不可能啊，酱油应该会有声音。他带酱油不可能会躲在衣橱里面。这个卧室没有任何声音，我应该是不用找了啊。好，厕所看一下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听到，安妮，哎、欸，我听到酱油的声音了。嗯，好像有人在吃什么饼干呢，吼，好好吃哦。酱油最喜欢吃饼干了。哎，爸爸亲一个，哇，这样有吧？他说饼干比较好吃。哇，好，过关了。来到第二关，第二关的话，你要来打开酱油的小背包。酱油的小背包，看到了，又是盐巴的。这是狗还是兔子啊？这个是羊。第二关骑车车挑战，因为我真的哦，我忘记把酱油的车车从月中带回来，所以我们就改成趴趴挑战。那当然佑哥不会那么轻松，一个大人跟小孩比趴，所以呢佑哥背上要坐着我，那我就马上开始比赛吧。骗效果呢？加油，往前！你还真的给我全身坐上去啊？对啊，你还可以吗？好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第三关的线索呢？你知道在哪里吗？我当然不知道。就在这个客厅。它是明显的还是有东西盖着？是明显的。好，没有东西盖着。那很简单，客厅嘛。对，这里也算吗？不算，我直接给你缩小范围。对。酱油线索在哪里？帮爸爸找一下。
哪里呢？需不需要提示啊？一个提示的话要亲我一下哦。我亲酱油。好，这没问题。好，在高高的地方。提示的太明显了，来你一说完，我刚好往上看那个角度就是这里。对啊，第三张，第三张也是我们可爱的张研发动物大集合，我还没看过哎。第三关，第三关跳艾米副歌舞蹈，限时5分钟，动作需要背哦。这个挑战呢，你要自己到你的房间完成。好，各位，我们马上要用手机连一下电视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连成功哦。酱油，我们要来连电视帮爸爸庆生。酱油好喜欢天线宝宝哦，酱油直接爬起来看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佑哥说他刚刚已经练习完毕爱你的舞蹈啦，我们现在马上来验收成果哦。哎，你自己边唱边跳，没办法啊。那你用哼的，噔噔噔噔噔。那你哼给我听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边唱边跳，才不会被整个老板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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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酱油在笑你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觉得你跳得很像非洲土著哦。谢谢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有没有很像？给几分？刚刚呢，电视出了一点 trouble。本来的企划呢是要连电视给你看呐、啊，可是我刚用了家里所有的手机，全部都不行。好，现在改为 B 计划二，你打开这只手机，一二三才能转过来开始播。一二三，祝佑哥，佑哥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减肥成功，减肥成功，不要再。不要再偷穿我的，偷穿我的洋装了，洋装了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啾啾啾，啾啾啾，哇哇，呀，嗨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请他为什么要亲我？因为我要求的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他为什么可以跳得比我好？大家来评分一下，我们。那个土著佑哥跟非洲猛男，哪一个人跳得比较好？请在留言区评分。有限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这个舞蹈跟我学的不一样。没人看得出在跳什么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，酱油！祝爸爸生日快乐。只有他笑得出来。爸爸生日快乐，你有没有觉得很？新奇有创意，意想不到吗？哎呦，帮我上那个求生欲点版那个特价，哟！这个五只鸡腿，不要再偷穿我的洋装了，因为你太胖会把它撑爆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分享给大家，我是翠翠，是佑哥，酱油，拜拜，拜拜，啊，你要给妈妈哦，谢谢，拜拜。酱油，你刚刚爬爬比赛第一名，参赛者只有两个。